现在你在做什么啊，大佬？熨衣服。喂喂喂 ，Good morning, Musi， 最近怎样？我需要一个改变，但是先改变这个镜头的角度。哇，今天那么好天，今天就打算从我的家里直接踏脚踏车去工作室那边。还要我需要一个改变，就是剃我的光头，看一看在疫情下需要改变的决心。现在就在这里，单车先租了它吧。这个改变之前呢，我们先要去买一个东西，就是买这个剪头发的东西。然后我们看看后面，其实香港的星期天或者是公众假期的话，就会有后面那么特别的事。不错不错，终于买到了。刚刚我看呢，只是有一个宠物的卖180块，然后下一个就是500块，但是我去另外一家就买到150块了。然后现在就出发，真的去我的工作室。踩过去，然后看一看中间的风景，应该是超级美。看今天的天 ，the heck， 太美了吧！呼呼呼，为什么每一次出发的路上我也要停下来？但是只是看到那么多同胞跟我一样，但是他们可能是踩到这里。然后就进去这个商场里面就看一看逛一逛。在想的，他们住在这些下面，看这个风景，肯定是很有钱的人啊。但问题就是，我很好奇他们会不会说，哦，星期天假日的时候这里很多人，然后会很潮。如果是的话，真的想要打爆他们了。但应该不会，我真的不知道。突然这个时候踩到累，或者想看一看风景的时候，就可以停下来，在这些小店都买一个冰，然后就看一看海，看一看人，休息一下。我们现在终于来到我工作室的区域，所以很快很快就到了，然后就可以做我今天说的改变。但是我不知道我的朋友在不在这里，那他就可以帮我做这个改变哦。好，你看他在干嘛？这不就是站在这里，这不行啊。好，原来是吵架，叫小孩不要挡住人嘛。呼呼。现在你在做什么啊，大佬？剪头发了吧？
哦，原来你要推衣服。哎，咁真实都唔得。因为你冇脱衣服，所以咧就要租大只啲，快点啦，唔使啦，啊，快啲剪头发，剪头发。我要翻过去啦，扑街，我铲太多啲，我真喎，我睇唔到啊，因为我都咁有自信啊。哇！你信我先得噶，喂，喂，你相信我啦，你相信啦，冇事噶，相信相信啦，你相信我先得噶嘛。你讲什咩笑咧？你笑得咁衰咧？啲人唔满意翻嚟再剪我啦！好搞啦！唔系，好卵型啊！好型啊！真系好型！你睇下先啦，可能你满意咧。我嗰头睇下先啊，同歌手你打质睇下，你质另一边，质另一边，再质多啲，再质多啲。我高个头，我高个头，侧，跟住再侧，侧呢边，侧另一边，系啊系啊，好嘅，很酷诶、欸！点解铲啊？最隐形啊呢一侧，啊你冇咗个意思啊！觉得满意吗？这次的题，这重点是什么？不然我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时候，你的头下去，你的头下去，然后整个，整个身体都是水。我说要一个改变。不是，就是改变。喂喂喂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所以今天呢，就是主要是这个头，还有跟你分享一下，就是基本上共享单车是怎样。台湾也有共享单车啊，台湾也有共享单车啊。台湾的共享单车，我记得我去台南的时候，它是一个 station。选拍这个影片啊，就是来说 e-bike， 这个 e-bike 跟 u-bike 不一样，但是我只是想说这个细心的地方。它是可以给你放电话的，就不像我这些是在街上面直接 scan 然后就用到。为什么我要决定今天剪这个头呢？其实呢，我是不够决心，所以我需要改变，在香港就需要改变，不然的话你就盈盈利益。虽然说剪了一个头发不会改变什么，要改变的是你自己的内在，但是我只是在想，每天醒来看到自己剪了这个头发是为了什么？看到这个头就要跟自己说要自律一点，所以我要自律一点，然后努力剪片，努力发片，所以就是这样。记得 like and subscribe，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。